是欢迎您的 PJS 的冠军 Twist Mind。一番激烈的角逐 ，Twist Mind 脱颖而出，最终获得我们 PJS 4的冠军。之后其实今天最后一局 Twist Mind 已经告诉我们，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他们在没有圈的时候你该怎么去拿分，对的，就不要每次都说渣渣渣渣，或者是说这个圈不太好所以没有打好，对，你没有圈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去拿一些分数，是的，对吧，就这种小的配合真的 Twist Mind 身上开到了太多太多，对，好，这次的 MVP 也是 example 啊，一定是他，他的表现真的太好了，破点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选手，今天推荐麦的引入他的效果是立竿见影，真的太稳定了，这个人他总是能在关键的位置，在对应的位置为团队获得对应的分数，是的啊，这是目前的一个PGC 的积分情况，可以看到推斯麦的积分也是稳进今年年底的 PGC 了，太稳了，这个是的， EA 这边的分数也很高，他在第一次就获得70分，只要 EA 再进一次 PGS 他基本上也是锁定年底的 PGC 了， SQ 这边的分数和 Navi 的分数呢需要看下一次 PGC 的 PGS 的表现，是的，Pero 这边的分数呢也还可以接受啊，这些队伍呢因为都是合作者，所以说是100%能进入到下一次的 PGS， 当然也是需要他们进入到决赛才能有足够的分数，是的，希望 PCL 赛区好好的加油啊！痛定思痛吧。对，真的是痛定思痛。这是我们这次的一个奖金分配。EA 其实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的。VP 作为新组建的队伍，Ibiza 一老带三星，这次表现也是超乎了我的预期。对的，他在这一次 PGS 3和 PGS 4的变化是非常的大的。短期的一个快速成长。是的，哟，十七还有1000美金啊。Vivo Gaming 有2000。可以吃个海底捞。